所以學校要考試嘛，就要訓練佢喺有限嘅時間內訓練佢付出翻嚟自己嘅功勞，而課業就係純粹考慮點樣應用佢上學嘅知識，所以呢個問題都唔存在。隨著語音輸入、錄音信息甚至手寫，
表情符號等手機獨有的溝通模式出現，新一代年輕人反而缺乏電腦輸入的能力，令人後在職場用語音輸入手寫辦公桌的情況更加被80至90後的在職人士恥笑，一度成為網上熱話。所以今日連中學提前令到他們熟悉至少一種輸入法至關重要。所以最後想問友方，同不同意當電腦輸入手寫字工整更有利於人工智能協助教師進行學業課業批改呢？如果同意，老師有更大的空間和有音備課進修，為何不是學與教的雙贏呢？多謝各位。Thank you.
可以騰空啲時間出嚟去做備課嘅工作啦，去做同
去談論呢一個我可能係想進步啦，甚至係可以佢喺有信心、有餘力嘅情況下去進行進修咯。因此我哋成個教育質量都提高咗嘅時候，學生佢可以用少啲同做少啲時間做功課，多啲時間用翻你所講嘅詞彙啦，係咪？老師都有多啲時間去優化佢教育嘅時候，我唔明呢個雙贏局面有方面嘅要如何去回應咧？所以萬事有分一半啦，佢要答呢一個嘅狀況。判盡各位大家好，所以今日咧，首先咧先分翻兩個角色，老師同埋同學去再次首次面題。今日先講老師，其實今日咧有冇同喺培文啦同埋音樂嘅環節入邊咧都已經成咗啦。其實咧老師嘅工作量咧的確要放向真係過大，批改作業嘅時間的確過長，而人工智能咧可以協助批改嘅時候，對於老師嘅利處已經確立咗。唯一有可能好擔心放低嘅咧就係對於同學嘅問題啦。今日有個同學咧最主要咧擔心四個字，跟同學會。佢就覺得咧，因為而家咧文憑試錯別字嘅已經不斷咁樣上升啦。如果換成咗電子書之後咧，呢個情況更加惡劣。但首先第一，今日有個同學有同我比較過文手寫同埋電子書之間邊個可以令到佢記得個字會多啲，個差距喺邊度咧？咁有可能話會好啲，會好幾多咧？如果就可能會記得多一兩秒嘅話，我都真係唔知道個效用喺邊度啦。再者，今日有個同學話，如果佢而家課業咧用電子書入嘅話咧，個文憑試咧佢會唔識嘅，咁令到突然間唔記得所有字啦。但簡單問在座咁多位已經入步入職場，你哋都係用電子書入為主，會唔會唔識點樣去寫字咧？今日評判在座咁多位你都係用緊手寫嘅時候，會唔會因為你哋平時打稿嘅時候係用電子書入，就突然間識寫字咧？相信都唔會。
來趨勢，而同學有啲唔識嘅同學冇個技能去步入大學同埋職場。咁有好多同學咧都承認㗎，其實喺中學咧佢需要去接軌未來，去幫助咧同學咧去裝備自己。因為咧我跟主面都講過，喺大學職場通通都係用打字為主。今日咧新一代咧，因為手寫啦、語音輸入啦，所以咧慢慢咧都唔會自學去打字。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小學、中學階段唔會去打字，到大學自然都唔會突然間就識。所以咧去到好多職場嘅時候，學自己學就會變成連係用手寫版、語音輸入喺職場上面工作。所以咧今日咧好多人咧都批評零零後甚至一零後唔識打字嘅情況咧越嚟越劇烈，甚至嘲笑佢哋話佢哋唔識打字就識。用手寫係一個職場上面嘅恥辱，係面對呢啲情況，如果我有冇諗過解決咧？如果冇嘅話，咁有冇同學點樣去確保佢哋入大學同埋入職場嘅時候可以順利接軌？喺而家中學階段去幫助佢哋裝備呢個技能，又有咩錯咧？多謝各位。缺乏手寫，導致字速下降啦。扎落筆記嘅時候，又會官字過字，正確能力下
咪可以令到老師有多啲嘅時間可以做其他優化教育工作，例如進修咯。真係咧，咁如果每日老師要改變個作息，邊有時間進修？咁啊 ，DSE 喺手寫喎，咁學生電子書入點樣應付 DSE？ 所以學校要考試嘛，就要訓練佢喺有限嘅時間內訓練佢出翻你自己嘅速度咯，而課要就係純粹考佢點樣應用佢上堂嗰啲知識，所以呢個問題都完全錯嘅。但係你平時做作業用手寫嗰時，你可以訓練埋你嘅字速嘅喎，但係如果你平時唔訓練呢樣嘢嘅話，你嘅字速會下落喎。其實喺現況底下，有乜嘢可以訓練到佢電子書入？電腦堂咯，又～一個全日生會一堂，咁再即平時我哋其他我哋都未有唔係話淨係電腦堂先電子為輔，我哋其他堂都可以電子為輔㗎。唔係，書院堂唔係電堂啦，電堂底下電腦堂一個禮拜第一堂，但係咧書院堂咧就係佔咗佢一個學期一堂嘅時候，書院堂好啦，佢就係教一次，然後又唔會使用，所以而家佢現況底下咪就係啲年輕人佢唔識打字咯，係咪同意呢個問題？唔係啊，方同學，咁我哋平時都可以用電子書入做筆記、做筆記咁，今日我哋手寫記低曬全部內容之後，再翻屋企整合一次，咁係咪電子為輔先？唔係啊，你啱啱話用電子整筆記嘅時候會搬字過紙喎，呢個係啱所講嘅解釋啊嘛。嗱，有方同學，我所講嘅搬字過紙係上堂嗰陣摘錄筆記，而我方今日話上堂嗰陣摘錄筆記用手寫，因為佢哋可以同時整合重點啊嘛。跟住我哋翻到屋企，如果你再需要，你例如今日我哋打完比賽，你覺得呢個開？呢個論點，好似講得好喎，跟住再打翻個電子書，咪話李方咁樣講話，記唔記得咯？所以今日個重點係在於你喺上堂緊，你用咩態度去做啊嘛？如果你手寫咗，依然可以老師講嘅，然後我抄落去啦。跟住重點唔係在於手寫定電子書咯，即係翻翻嚟啦。咁我想問喺現況底下，如果我自己唔去自學，我自己唔喺講嘢嘅時候用電子書，又有啲咩方式可以訓練到我電子書啊？咁電子書我哋可以平時其他人交流嗰陣都訓練緊噶嘛，同埋有方同學都係未答到，咁樣 DSE 要用手寫喎。首先咁，李方嘅方案底下點樣可以訓練到佢哋手寫練習足夠？所以今日有方同學普通傾偈啊嘛，就係話咧，而家新世代咧可以有錄音啦，有語音書咯，所以大家都唔會用電子書咯，所以咪去現況底下之後，大家都唔識點樣去打字，就係識手寫打咗出嚟咯。所以有方同學啦，點樣去教佢 talking talking 現況底下嘅教育制度底下啲同學點樣去練習佢嘅電子書法？電腦堂上面已經可以運用啦，同埋唔單止係一堂嘅，點解一個學期咧借得一堂咧？電腦科好多功課應該要打字咯，例如你其他專題研習嗰啲都係要打字喎。再講到高中啊，公民科呢啲功課都係要用打字去匯報喎。所以今日有好多同學咧唔明白嘅就係，我哋私底下咧，雖然我哋嘅文檔咧都係交上去，但係問題我用手寫同埋用書交啊嘛。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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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得知，今日有方同學佢好強調效率。我哋嗰方嘅分歧係我方今日同你哋講嘅效率，但係我方今日同你哋講嘅係效率，但係我哋同你哋講嘅係理解。知識係咪因為追求快？其實絕對唔係。有方首先，雖然首先係唔及有方借嚟得快啲。手寫是在於是一種學習過程，在學習效率來講，手寫論權威論例子都是更勝於電子輸入。課堂筆記方面，手寫往往都是比電子輸入更有利整合知識、釐清概念。手寫因為字速的限制要進行取捨，他們會濃縮課堂的精華，學好每一個字句都是重中之重，同時可以訓練學生的寫作和組織能力。在前場其實有方都有同過我方手寫的立場，讀書是要理解不同內容的意思，如果就好像有方那樣觀戰過戰，對學生的學習效率是上之有上。第二方式，其實我知道有方和我們的出發點都是一樣，其實只是學習方式不同。電子書是不是完全都沒用？其實不是，我方覺得它有它存在的意義，但有方由頭到尾都忽略了手寫對學習更加有效率這個事實。我方主面一副二副都有講，手寫不是單單觀戰過戰，其實是整體提升學習能力，保持有足夠的手寫可以訓練識字能力。我方其實中學生的考慮角度考慮他們的需要，但有方同學說穿了今天社會有接軌而接軌，中學生真實的需要他在他們眼中其實是完全不重要的。第三學習階段，如果小學已經學習啲字，學習所有文法，
你要訓練出成熟嘅能力，點解唔係用你哋口中嘅電腦堂更加能夠開擴到咧？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嗰個政方入邊講得啦，咁發覺冇提上街嘅其他嚟啦。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今個政方如果單純想學打字嘅話，係咪真係要去改變嗰個課業咧？咁第二樣嘢就係到底課業嘅目標係啲乜嘢咧？嗱，課業嘅目標係好多元嘅嘛，即係你都同意嘅啦。例如有啲為攞嚟温書啊、讀書啊，有啲係為攞嚟回饋知識啦，有啲為嚟回饋教育嘅質素啦。OK， 咁但係最核心嘅考慮會唔會係老師嘅考慮咧？呢個我覺得難方可以思考。舉例，呢份功課真係好快嘅，因為我哋今日咧做錯別字練習咧，我哋都用 M C 做啦。你睇我頭先邊個識政治啦，唔係政治嘅。具體上呢、這個做法係對學生嚟講必然有好處咧，係要相同嘅。咁所以我想帶出嘅就係咧，到底喺呢個反方嘅世界，你將正方提出嘅效率啊、效能啊呢一啲嘅戰場，你會放到去個優次嘅地位嘅話，會唔會高於本身學生嘅學習咧？呢個係疑問。咁就算老師都係好快，我一梳出嚟，我見到啊個學生嘅弱點，但係唔等同於你會犧牲本身嘅課業，為個學生帶嚟好處。咁所以我覺得要去到後場反而。反方係會比較嘅，而家咁係有嘅，要應付，但係真係好後期啦。咁但係其實咁做呢個做呢個比較，你突顯到都為主為輔嘅問題啦。
其實佢好明顯咧，佢本來係想將兩樣嘢放喺佢立面，但係咧佢又驚其中一邊嘅政策太大啦，於是就變成係不如邊個為主邊個為輔啦。咁所以其實以排除乜嘢咧，但係雙方立場你都可以係有一樣嘢你立場係為主，而另一樣嘢你係覺得可以存在，或者都係佢嘅假象。咁而至於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點樣去運用咧？其實就會好快已經成日上口水膠，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對面嗰一樣嘢諗低嘅，其實我都有嘅，我都會維護噶嘛，我都會電子輸入係都學好噶，或者幾我都會手寫維護，我手寫嗰啲嘢都可以發現到。但係個問題係啲咩咧？其實即係我睇入面係好易預計到呢樣嘢咧，係一定會出現嘅，冇可能出現。但係咧，我覺得今日最大分別就係幾時出現，因為我覺得今日咧政府個聰明嘅地方咧，就係佢好早開始咧已經跳入咗輪巡，就係話其實一啲手寫我都維護。我哋仍然有一啲嘅點樣作品定咩論定，仍然係堅持係手寫嘅數字咩，所以先我哋做到嘅。但係咧，反方去到一二副嘅後面嘅時候咧，先至開始話其實我哋嘅立場之下都有電子輸入都訓練到嘅。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呢個講法咧，會幫人講最多啦。咁其實係一個文化用嘅咁嘅問題，就係、是、究竟如果你一早知道你立場會係講呢一樣嘢，如果雙方早啲出嚟打口水交嘅話，咁其實大家有。但我覺得喺呢個論證嘅標準嘅論述上面咧，我覺得政府聰明度係早少少用呢樣嘢咯。但係就一樣嘢係冇結論，即係大家就講啊，係最穩固結論。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純粹一個即係小技巧啦。不過言歸正傳，我覺得條辯題咧，最主要嘅爭拗點，我覺得分為三個部分啦。我覺得第一個分，我覺得爭拗點就係嗰個所謂學習嘅效能啦。咁呢樣嘢係由反方提出嘅。咁反方提出嘅學習效能咧，其實主辯咧已經受咗好大量資料啦。簡單嚟講就係寫字可以令佢深刻啲，令佢深刻啲啦，刺激大腦理解佢背後啦，透過字詞嗰個補修可以認得相關詞語啦，而且可以配合佢十歲至十八歲嘅學習語言嘅階段啦。其實反方就係講大腦論述，簡單嚟講就係你寫嘢可以幫你記嘢，係咪？但雖然我唔係好明你論點二同論點一嘅分別啦，即係你論點一你講咗好多人提升學習能力，論點二就係咩配合學習需要啦，但我覺得唔係好大分別嘅，最面睇落唔似。但係anyway反方都提出。咁對於呢樣嘢咧，其實政方嘅回應咧，我係覺得有好多種唔同嘅回應咧，會出現嗰一種唔同講法。例如有一種講法就話啊係嘅，咁你平時温習嘅時候會手寫，咁你做功課嗰下先至電子輸入啊嘛，咁你温習嘅時候咪手寫咗咯。OK， 呢個係政方有用過論述。然後咧到後場就係少少自由辯論啦，用多啲論述嚟問你，咁你有咩數據支持啊？你有咩證明啊？提升幾多啊？我先覺得咧，其實政方喺呢個論點上面嘅回應咧，可以有下好少少，因為我覺得其實呢兩種回應，我覺得都唔算一個好有效嘅回應。點解咧？你話我今日我可以你透過你温習，你自己一手都會做手寫嘅時候，咁你換句説話，你都認同咗手寫呢堆嘢重要性。咁點解唯獨是去到做作業嘅時候，你先突然講一個重要性存在？如果調翻轉頭嘅係話，咁如果你平時做作業係用得多嘅時間，但係因為變曬電子輸入。而你用翻温習嘅時間入面再做翻呢樣嘢，咁你整體 spend 喺學習嘅時間上面係咪多咗咧？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有疑問啦，我自己會覺得。而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後面嘅策略就變咗會係咁問佢問數據啦，即係問你咁提升咗幾多啊？但我有好好奇喎，即係反方咧，你每次俾人問數據，明明你主邊係成羅個數據啦，應該六七個啦，你每次俾人問咧，你都係用翻個口水膠嘅形式啦，你提升咗嘛，我提升咗啊？點解你唔背咁一兩個數據？即係手寫提升幾多啦？咁你而家回緊啲數據，幫人哋問你提升幾多嘅時候，你可以回應。咁結果每次就係人哋每次問你咁提升幾多啊，你又記唔到一個好實際嘅數字。咁我應唔應該俾翻你咧？即係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係第一個唔理想嘅情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一點咧，我覺得政府其實有一樣嘢好好講嘅。例如你講咗好多話減輕個教師負擔，但係你減輕教師負擔，你做啲乜嘢？做一個推論。就係你想佢多啲時間進修，進修之後多啲時間備課，備課多啲時間做學習。咁呢樣嘢點解唔可以承得住裏面嘅呢個所謂學習能力嘅人，而唔係到後面每次都問佢幾多啊，提升幾多 percent 啊，提升幾多水平啊？咁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最有效嘅。其實你嘅方法係幫你嘅嘢。咁去到結辯先開始講翻少少呢個即係備課之後嘅意識，咁我覺得太遲。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嚟講呢個科技交鋒，我覺得雙方都唔理想。好啦，第二個我覺得論代論述咧。就係講緊所謂個階段性嘅問題，咁政方提出就係裝備未來啦、實際需要啦、社會接軌啦、未來唔使打字啦咁樣，然後反方咧就講話唔係嘅，你而家係要學寫字啦，你打好基礎先識打字。
因為口水教育，即係引用反光結結果去答。我哋要喺正確嘅階段做正確嘅事。OK， 咁中學呢個階段最正確嘅事係咩？冇結論噶喎，即係正方就話喂唔係，係要應付你大學需要啊，咁啱嘅。你反方又唔係嘅，你要學寫字咁都啱嘅。咁所以咧，咁呢個階段係要做啲咩？我覺得呢個論述係唔理想嘅，即係我只覺得你唔明嘅話，中學生嘅階段應該要靠你自己論述，你起碼啲權威有啲數據有啲嘢落身。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你哋要去理解，而我覺得。到後面開始推論到啲咩咁咧嚇？今日誒語音而家啲學生咧語音輸入呢啲輸入俾老細笑啦，俾人會即係唔識用啦咁。我自己最大嘅疑問就係，即係我好唔解嘅問題。咁你就算淨用電子輸入去功課，其實你一樣都有一樣問題，你都可以用語音輸入。但其實更加高深一層嘅係，其實語音輸入或者拼音輸入係咪真係有問題？我自己會問嘅出到嚟職場嘅時候，有幾多人真係會真係笑佢用？其實拼音好難用嘅，即係難用字。即係我自己會問嘅係，你輸入法，你最緊輸入落去啊嘛。即係我自己會有一個疑問嘅，不過今日雙方冇討論好多啦，咁我唔會將我個人嘅意見帶嚟咁樣啦。咁然後到後面其實反方又提出過一樣嘢，佢話啲學同學平時啲朋友之間嘅溝通都已經會用語音，係會用電子嘅輸入法㗎，因為 message 啊，或者係通訊嗰啲。咁所以更加喺學校入邊。有寫，因為平時你會寫上俾朋友咁樣。其實呢個論述咧係可以，但係你講完一句就好。咁然後佢結辯又再講翻要正確階段，要正確時。咁後面呢個階段最正確時係咩咧？我覺得都係好啲。咁去到邊度，我覺得有少少分別咧。我覺得第三個咧想講嘅就係，即係講教師呢方面咯。我覺得正方係明顯嘅一樣嘢，即係正方有話可以提出嚟話教師會冇咁多時間啊，然後而家慳翻時間去做，我係你搞嘅。我覺得反方回應就前場有嘗試過回應嘅，就話如果你老師要自己改，先可以照顧到同學習差異，因為改佢可以結合佢上課嘅表現，然後改啦。咁但係其實正方嘅而家校園我都已經回應到就係，你用 AI 就幫你 check 個報告嘅，咁你用個報告嚟配合學生嘅表現，咁有咩問題？同埋個 AI 幫你改完，代表你唔可以後面寫評語，唔代表你我唔可以俾支援啊嘛，係咪？咁我覺得你要回應下，即係你如果反方係其實。你應該點都預備到教師嘅方面啊，因為學校啲市民者咧，一係就教師啦，一係就學生啦，一係家長啦，一係就保安啊，即係呢個字。但係一樣，我覺得反方你要諗個係幾點？譬如最簡單就係其實大家唔好諗到老師真係咁 smart 嘅，好多係上咗年紀嘅老師，都未必適用工資，亦都未必適用呢啲方面。其實你有數據嘅，例如有啲咩研究咧，有幾多成老師覺得咁多困難，但係用電子科技咁多困難啊乜嘢？其實你揾個數據出嚟俾大家咁多講。咁但係我呢個論點係其實不過正方又唔係要公嘅，即係你俾人寫到去，梗係用嗰個立法義啦，走去寫到咩唔同階段做唔同嘅嘢啦。咁我哋其實呢個方面係有利嘅，咁啊做最後少技巧嘅嘢啦。我覺得資料運用上方面其實主辯有好多資料，我自己成日教啲學生睇，每個位背咁一兩個資料，背咗出處，背咗個位，背咗數字，人哋一問你就其實答案，或者你改樣嘢問人啦，係咪？咁同埋人哋培訓啦。我都明白嘅，即係話你同學嘅辯論係少啲啦。我以前教啲同學生嘅，就接手嘅辯論係完全冇辯論經驗。我都係話你點都背人啲嘢，人哋問你點啊，你點都答啲嘅。你就算嘥佢時間都好，你帶走由花園都好，你搲佢都好，你唔好唔答，係唔答就係好難俾到中分以上嘅分數。前半年，即係我前半年。
打先六次先識，佢都冇打先分別啦。如果你話政府同你講下，咁但係點解呢一啲有用嘅數據唔容易攞出嚟講咧？我喺字入邊有先講過，我覺得太遲。咁即係情況，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嘅，因為你經過強隊，似乎啲個案都得即係佢未來對應嗰件事情。因為我想知，首先係其實做功課係咪一個打字或者練字練習嗰啲方面，係咪你心目中覺得過硬嗰啲功課嘅定位？我哋大家都要諗一諗，即係應該嗱，我去寫集或者我做功課係玩練字呢件事，係寫到超過，因為正方嗰個即係嗰個講嘅就係我哋未來要學識點樣打